这个方案怎么样？鳄鱼都懵了。今天游戏更新，幽梦变成神话装，被动额外提供8到20点的护甲穿透，收集者也增强了6点护甲穿透，所以幽梦收集者刺客造型有没有搞头？这盘我们来测试下。前期，两级正常来反野，哦，他刚打完，他没事，等他蹦了再叫野吧。不蹦吗？闪现蹦，我操！换了不亏，我拿英雄。5级，继续来找豹女。他刚打完，彪我，不准啊！一上就捅，挑飞机 W 击平 A， 叫你皮。第一件幽梦出来，抓下下路，等豹女走远，可以去了。机器人应该在草里，斩死机器人，先杀德莱文吧。好勾，一人一个头，抓完下再来抓中。光辉很懂事啊，主动上去打，一级 AQ 接 W， 这瓶应该带走，这还是个大人头，再深入来反杀豹女，嗯，被发现了，在哪里？哎呀，溜上去，挑飞机 W， 300块钱，下路抓了，中路抓了，野区也反了，该轮到上单了，看这剑姬怎么操作啊，反向跑，怎么跑？一枪450。第二件收集者出来，剑姬等级比我高，应该不会虚我。果然剑面 W， 想跟我刚，他没大吗？一枪带走，顺路把一塔吃了，再打个石头，等剑姬回线再杀一次啊，差不多该来了呀。想不到吧，我还在，他还有个 W 的，挑飞 A 一枪带走。第三件破败出来，这里队友被追杀了，赶紧过来支援。EAW 带着鳄鱼再追机器人，等个 EAW 闪现 AR 带走，我的同胞女，我的五杀在哪呀？德莱文在下路，这个五杀应该续不上了，但没关系啊， EAQW 带走，他们现在都活了，我来找一下他们，看到我就跑，怕啥呀你？等我个E，E上去带走，鳄鱼一个大弹开，再一个 W， 回头捅，跟我单挑。豹女在旁边干嘛呢？别打我了，但不怕，这个时候谁冲谁死。极限，第四剑贪欲出来 ，W 戳一下，在草里，等他放个 W， 一枪拿下，六神成型，队友又在被追杀，我来支援。不是吧，这也行啊，这三杀太轻松了，吃个大龙过来，他们人在哪里呢？在这里 EAW 他就死了，机器人豹女2枪，机器人3枪，看鳄鱼几枪，追不到呀，杀德莱文吧，2枪3枪，你们觉得幽梦这套出装怎么样？我觉得还行，下期测试一下海妖羊刀破败攻速特效流造型，想看的点个关注啊，这样我更新就能刷到了。